研究出嚟噶。来，你帮我拉。这个本来怎么要死掉？这个没有，这个第四次了。第四次，现在我打了那个呢，那全部表现了。你中过四次啊？第四次了。这次呢？这次我就不要这样中了，我就把它取上上来。有救吗？啊，这样肯定有救了，我现在不怕了。你放我什么东西？啊，我是这样子，我上面先放消毒，先放那个催眠肥跟三三九。嗯。因为本来我要买白肥了嘛，他们讲白肥不好嘛，是吧？刚刚遇到你的这位代理人哦，他讲这样子，我就这种我放很少了，就放上面先，放给他那个下雨下油，给他这边发酵啊，两个星期，这个是两个星期了，然后就翻泥哦，再翻泥，翻了泥一个星期过后就种它喽。嗯，来，我再纠正一下哦。啊，你看这边，你看积水看到吗？啊，所以你这边要拿一点红泥土把它弄高，对，两寸。对，我还没有弄，我要弄。这边地几一嘎？你讲两一嘎多。本来90%死掉了。95%。本来95%死啊。啊。现在呢？95%活。应该95%活了。现在那边呢？那边刚才昨天讲的哦，你放了他的那种，我会带你去看前面那边的话。嗯。他放了那种哦，放了你的那个火给他发酵哦，它好像有一层好像青苔这样子喽。啊。那个没有问题哦，没有问题，不是青苔，是菌，菌哦，白白的，啊，那你去看那边的，这个本来要死的也活了，啊，这个活了，这个不要紧了，这个差不多两年了，两年不会活，啊，用我的多久啊？两次接，啊，用什么？油电跟叶多多，油电放多少？啊，我问我儿子啊，桂红，这油电放多少？40啊，油电40，叶多多呢？叶多多好像也是40的，20多多20，你看，啊，油电20厘的放40，你看打到老都打不完了。16厘的，哦，16厘的。啊，哥，我有放那个什么，放那个你的那个犬肥，这个放很少，这个放了就飞了。本来两年不要飞。啊，你看你自己看到。本来两年不要飞，放了就变这样子。买蜂蜜肥都唔得。你给我。啊，重要啊，嗰啲啊，唔知噶。好年冬啊，唔會中旬啊，唔會中旬啊！你睇我自己嘅，放唔放？放落去，人家講頂6個月，我2個月都唔多啦，同喺嗰度食啦。誒，可能年頭要看年頭不要有。你睇以前做嘢啊？來各位啊，我跟你們講啦，因為我這個要放油燈。阿龍先生會出碟喎，會用。誰啊？出碟，來做下油燈啊！來，因為我這個是油燈，各位來。来，老板啊，怎么叫我阿佑？阿佑，这个本来是要死了，啊，这个本来好歹我没有除掉哦，啊，好歹我没有挖掉哦。然后我要挖，你问他我要挖掉，我灰心了啊，锄头要下了不是吗？真的，因为他搞过这个啊，搞过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真的搞过这个的，他上面死坐下，死了一阵我鸡掉，啊，我儿子就每天给我骂，我想没有照顾怎么，骂到他哭，然后又第二层。又死掉，又切掉，第三层又死到这边了，你看见了，看到吗？看到吗呢？又切掉，就切掉，切掉它就啊这样上来，啊，那个表那个这个树啊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树啊来的，不是生来的，我给枪啊，这样就给我拉回来，这样子绑回来，就这样子喽，这样子他们讲不给伤你。现在我也不要听人家讲了，因为我自己做过，不给伤你，人家那个 MIB 什么那个，他都一样伤你，我就伤你哦，伤你，而且要死就死了，我讲了，啊，是吧？伤你了啊，我就放了呢，你放你的这个喽，啊，你看几漂亮，放什么？蚯蚓飞，蚯蚓飞跟那个三人九，哇，就飞了，哎，你看得到喽？打什么？啊？打什么？不用跟他讲。油电跟那个叶多多。油电放多少？有电放40，叶多多20，二十，这个不可以再打了啊！这个40cc 20厘的哈，打了就飞了啊！啊，如果你不要有这样多牙，你就我不要这样多牙，我要修这样，你就用烤箱突破了啊！不要这样多牙，太多牙。本来要吃锄头了的，吃了的，还好遇到我，
啊，哎，记得阿明，记得阿明，阿明讲，哎，我该求你了，我就马上喽。你还怀疑了，他妈不？哦，没有怀疑，你问他没有怀疑。没有，我用过把他飘嘛，所以我就介绍师傅喽。没有，我跟他很熟了的，几十年的朋友啊，他也不会骗我的。这样放了，我讲哦，啊，都要不用砍了喽。不用啊，三一家本来95%。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我们人家讲我们可以熟悉说哦，你讲不能够上你啦，一些大老板。一个大经理讲可以上你哦，我就你要死就死了，这个你看到了，哎，总经都要得赔给你看，啊，这个本上讲，啊，你看，我看你看哪，我一个上班佬，啊，你看哪，我看你看你自己看，怎么走出来的啊？啊，这个过来的他要包回来了，那以前到这边家，你用什么？啊，我过后呢，他不一起呢，我就叫我儿子胆子越多多，跟那个有的一样哦，就起哦，起来我上你哦，哦，我上你哦，因为我上你啊，我不给打嘛这边嘛，因为你打啊，你打就是我的经验了、啊，因为他的论根在上面嘛，他不给打是啊，你就变为下雨天了、啊，他就论根会出来嘛，论根出来，所以我就放你这个咯，第一哦，第二还可以走水。他走水了，像这几天呢，他不会积水吗？对，本来要死了，要死了的，我都没有眼看了，我都飞信了，还好用我的啊，我都飞信了。哎，我的肥水要叫回魂术，可以明哦，还是我的肥料要放起死回生，还是放天下无敌？因为哦，那个时候哦，他们每个人看我都讲到多多，又讲我的椰子啦，又讲我的香蕉树啦，哦，阿大堆那种，哎，几个引高。哦，这个啊，这个是肥料过量的。对，啊，你拿那个锄头，把这些拿掉。每天早上来，放一桶水。我不要用锄头了哦，现在它根在这边了哦。它又根在又不是又拿掉。我用手，我用手，用手啊。这个什么好料啊？这个要丢掉啊，就跟那个金子呵护啊，金爪呵护啊。啊，那个本来是要死了，那个本来这样子的，来，这个，喂，小心喂，这那个本来这样子的，本来这样子的，这个就很快哦，很快，这个很尖叫，这好像变魔术一样哦，这好像变魔术，这样我要注册魔术水，这个真的很快，它一下子就放量高哦，本来要死了，啊，你看哪，它有这种哦，哪你打了水，这个会动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有啊。这个会动的，你知道吗？你那天打了药水啊，你桂红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本来打了就没有是吧？来，那个凤不要打，打我的什么？那个有肉根，知道冇？哦，有好大只根，知道冇？那个白蝴蝶，啊，有肉根，知道冇？你再咩好灵动都冇用啊 ？OK， 你用我的万金灵那个有5000，有500，没有我啊，有500，40cc 20L去喷。500那个茶黑球冰啊，不会死，40就好，30也可以。你是16L的是吧？啊，30，30几20L，你整个给它喷。啊，那个也是页面回来的，喷了就。阿妈，你喷那个我油灯又不消。杀这个白蝴蝶了。啊，杀到白蝴蝶。那个是预防。预防啊。啊，那个是老来用来黑果病啊，非常有效，不是我讲啊。OK。啊，下午问哦。那么我们可以。各位。我的水要叫什么？魔术水啊，还是回魂水，还是起死回生？起死回生，可以讲起死回生啊，还是天下无敌、啊、天下无敌也是可以这样讲啊，因为什么原因？起死回生。你看你去看我的药，你看我农药，你会吓到你啊！我的农药，你去看一下，没有每一个人以为我们有农药啊，我的农药啊，利多妙啊，最贵了，什么农药都有。牌子不要讲哦，我的看不起眼，哎。掺了薄薄的、啊，好像白开水。不过黑莓，好像水这样子，他看到水这样子吧，有没有腰子？你看到了没有？活下去哦，啊、已经够了。不过呢，我好在是他是我贵人哦。还有这个、啊、我儿子啊，阿贵红、啊。这样，他是贵人，我是很贵的人。当然很贵的人哦。你看，好似呢啲啊，人家教我踩，我剪咗去，呢个一个坤嚟嘅，呢个又我剪咗去。所以讲好多好笨，你不哦，你要砍椰子啊？要砍了哦。等下你椰子漂亮，要砍榴莲哦。没有，没有了。你这个椰子砍了没有？这个不大卫生。要砍了，很难砍哦。哎，好容易嘅。哎，你要
这个刀你一砍椰子，它就死了。椰子哈，你放我的U700改成那边去。杜波，来来改成那些，那些有。旁边那些。还要吃电竞的，放油漆摆。旁边那些全部要留起来，还没有。来，去看那边先，你又不得空调去上面，我要问你。啊，慢点就要不进了嘛。我要问你，慢点为什么要拿牌啊？哎，他师傅啊，讲一下，我是回魂术啊。他是师傅人啊，他是什么师傅来的？加铜师傅来的。哦，来，阿玉师傅，我们那摩山叫他阿玉师傅。这个哦，这个是杜拜 king。Dubai King 那个 Dubai King， 因为那个呢，那个 BBLR 的那个大公司的，他的大老板被抓了，那个大公司的那个，他这个他 MBI 是哪啊 ？MBI 公司啊 ，MBI 公司，他到不要讲什么公司 好，他就是那个呢，就是我跟他买的，还没有给钱他，他是当着我是兄弟，这个一颗几百块 ，Dubai King 几百块，这样我卖你半价了啊，他也是卖我还卖我半价，当做兄弟这样子。江大哥，哇，做到这么高啊！哦，好不好？啊，各位哈、哦，你们千万不要做这么高哦。以后大哥你要是留点什么都麻烦。不会讲，你坐三车来，我叫你们看啊。你啊，师傅，你做好事多。不要叫我师傅啦，叫我阿玉。不然你叫我师傅啦。好，我叫你师傅。各位啊，这种泥土啊是天生种榴莲的。这个你不要看到啊。又再来吗？没有红柿米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软软啊。嚯、哦，师傅。这个种不好是你的问题，肥水打不好是我的问题。问题是这样子哦，哎，来，你这个啊随便种啊，来那边，来你看，啊又进水看到吗？啊，对，哎、啊，还没有盘上去，还没有开，我全部要开，不是还没有开，忘记开。哎，这个太高了，啊，不要紧了，坐。我知道，哎，这个啊，各位你们不要看到这个没有红柿米懂吗？你看，暖暖啊，嚯、哦，这个啊。种什么都活啊！这边就这两棵啊，中了江大哥啊，一死掉我心就痛了哦。啊，不要紧，我来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就我就生气起来，跟他起到高高。啊，你看这个又进水，你看。嗯。本来我是要起这样高的，他那时候太高了，不要紧，起就起了。他是怎样的嘛？他会这样子哦。奶奶。它泥土颜色哦，不是这个你放肥的，你放太多化学肥，那个台来的，你放太多化学，你放我的不会，我都那你的肥的339啊，339跟那个九里肥，这个是339，你因为我那个是有机复合肥，因为你知道我放几多吗？放一包，哇，老弟看，哎，半包，半包不是一包啊，不要紧，每个放半包，我下次来就叫老帅。真的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这339啊，你放一把，没有啊，我放半包。哇，每个半包我很快都摔了。没有，他挖泥土的时候啊。没有，你我挖了泥土是吗？因为我去那边。不是，你听我讲，因为我339是有机复合肥。复合肥。你知道啊，我的339其实是550，你看我的肥料，各位看到吗？你不是漏。我的339罢了，你看。你这样的管理地呢？没有啊，你放一把。两把，因为我那边是这样子的吗？我不可以不可以太多了，哎，漏冇用，漏我点解？你漏啊，你下边漏没有太多，上面一啲都冇。你那个弄下来，我的339是有机复合肥了。这因为我想放啊，我放上面放太多了，放了啊，我就一个三个礼拜哦，啊，三个礼拜我才来，好了，再翻泥土啊，我的刮模上的代言人啊。以后谁跟师傅讲我东西不好用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大家谢啊 ，OK。